最近网上有人 post 说槟城有泰式 buffet， 而且近200道正宗泰国菜任你点。据说厨师是当地的哈宅郎，不搞路郎山呢。厚厚一本的 menu， 你都可以无限时任点任吃。Dipsy 就是 order 海鲜类才搞不呢。泰式冬粉螃蟹不点对不起自己啊。XXL 的螃蟹超大只，蟹杆的肉吻上泰式茄黄酒，我搞火了，实在是伟大哈。懂吃的肯定会点上一条泰式烤鱼 ，Kingsom 的汤汁加入水缸，一看就知道有落感。山水鱼不会有土味，也没有腥味，汤汁够酸够辣够开胃。这边也奥大奥大有别于我们一般吃到，有虾肉、鱼肉、手灯肉和各种香料搅拌而成，再一粒一粒放到美美酱，再拿去吹，上层还淋上芽椒，里头带有淡淡的九层塔 A B 烧。那是刚路人搞我想，苏格加泰国一口包 ，recommend 你一定要 order。跟着配料一起包在三老叶，口感酸酸甜甜，带着一点点的辣。配饭吃的话，怎能少了冬阴汤？吃腻了红彤彤的冬阴，来这里可以 try 看白冬阴海鲜汤，虾、沙冬、鱼肉等分量很够之外，还够酸够辣够新鲜。白菜加肉的朋友们，这道就写着你的名字。炸过的虾吃起来脆口以外，再放特调的酱料一起炒。虾炸到相当脆 ，garing garing， 懒惰扒虾壳直接吃也是没问题，不是在跟你开玩笑。刚刚炸猪手吃多会 rocky， 那么焖猪手就很安你。要熬到那个猪手软嫩 soft soft 香，制作过程一点都不简单。重口味还可以 match 跟他们的泰式红辣椒。Pakapra 肉碎分量很足，味道不会很辣，香料也不会太过重。配饭吃的话，快乐是神仙。鸡米彩很多朋友没有 try 过，小贝也是第一次吃到。用咸蛋大火不断的翻炒，炸鱼头完全缩晒咸蛋浆，两旁到来还带有奶味，有点咸蛋薯片的 feel。苏格加个清的朋友就不妨点这道菜，清淡到来又多了鸡蛋的香味，清清酱很 healthy。懂玩懂吃的朋友一定要留肚子吃甜品，在外一盒黑根达斯要30多块，这里无论 Baskin Robbins 还是黑根达斯都是无限量任你吃，还不快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的朋友，让他带你去吃好料了喂。